耶利米书第四章一节，耶和华讲：以色列啊，你若倒来归向我，若对我面前丢弃你可爱的偶像，你就无受惩罚。你要照诚实、公平、公义、基应性的耶和华来救助。列国要对耶和华称家己做有福气，也要因为伊来夸口。三节，耶和华对犹大甲耶路撒冷人安尼讲：都开垦恁的土地，唔通也种伫欺骗内。犹大人甲耶路撒冷徛起的百姓啊，恁都家己行家己，归伫耶和华，将心内污秽除去。恐惊我的生气，因为恁所行的歹来发作，亲像火倒起来，甚至无人会拍花。过节，恁着传扬伫犹大，报伫耶路撒冷，讲恁着伫国内焚烧角，大声呼叫讲，恁着聚集，咱通进入坚固的城，应该五色安徛大旗。到多走，唔通迟延，因为我要火灾的，甲大毁灭对北方来。七节，有西对我们树那中上来，是毁坏列国的，伊已经起身出离本所在，要火你的地趴远，火你的城变作荒废，无人徛起。为着安尼。恁的腰得下麻布，大声啼哭，因为耶和华一大生气，无对咱发怒等。耶和华讲，到迄时，君王甲首领的心拢要消灭，祭司拢要生惊，先知拢要戆眼。十节，我讲，哎呀，主耶和华。你真正是大大欺骗这个百姓，甲耶路撒冷讲，你要得到平安，其实刀剑害着性命。十一节，迄时没有话对这个百姓，甲耶路撒冷讲，没有烈烈的风对旷野，光颗颗悬的所在，我的众百姓吹来，唔是要拔伊，也唔是要予伊清气。要有更加大的风对这个所在为我吹来，现在我搁要发出判词来攻击因。十三节，看仇敌要亲像云起来，伊的战车亲像光烈风，伊的马比鹰鸟较紧。咱有在下啊，咱败落啦，亚罗撒冷啊！你就洗去心内的歹，予你通得救。歹念头存伫你的心内，要到第时啊！有声音对咱传扬，对以法莲山报灾的，恁着传予列国，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代志，讲有围困的人对远远的所在来，往犹大遐声大声话。十七节，因就为攻击耶路撒冷，亲像过远的人，因为伊背叛我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你的所行，你的所做，地到有这的事，这是你罪恶的结局，实在是苦，是害到你的心。十九节，我的丈夫啊，我的丈夫啊，我的心痛痛，我的心在我的内面着急不安，我袂当静静无讲话，因为我已经听起扫角的声，甲高震的话声，毁坏消息连续无断，因为全地荒废，我的布片忽然毁坏，我的丈夫在目久破裂，我看起大旗。听起扫角的声，要到偌久啊？耶和华讲：我的百姓愚妄，唔捌我，
因是愚公无聪明的建议，有智慧行歹，无知识行好。二三节，先知讲，我观看地，想未到地是空空混沌；我观看天，天也无光；我观看大山，想未到尽拢震动，小山也拢摇来摇去；我观看，想未到拢无人，空中的飞鸟也拢飞走；我观看，想未到肥的田变作爬远的地，一切城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的大生气，拢将拆毁。二七节，耶和华安尼讲：全地的确爬远，我却无要毁灭到尽，因为安尼地要悲哀，天顶也要黑暗，因为我的话已经讲出。我的意思已经定着，的确无后悔，也无活当意思无做。大家城的人，因为买兵甲下钱的人一响声，就拢逃走，进入树那，爬上半石顶。大家城拄着气煞，无人徛起。你衰败的时阵，要怎样做呢？你虽然穿朱红的衫，用黄金装叉，用色料画目睭，安尼的标志是空空的。乱来你的藐视你，煞笑笑你的性命。三十一节，我听起有声音，亲像富人人散乱的声音，亲像生头上啊痛疼的声音，是锡安查某囝的声音。伊喘大气，天开手讲：我有才的啊，在太人的面前，我的心奋起。